5月25日晚，演员黄小磊再次发声，谈到控诉上海迪士尼反复刁难其女儿身高一事，他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表达，希望大家都能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件事。他也向所有关心此事和卷入此事的人致歉，并重申在此事件中，我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母亲，希望大家用一个看待普通母亲、普通消费者的态度看待一个母亲带孩子去迪士尼的遭遇。谢谢大家。